OK， 那我们这次就来玩我们这把 XCR 步枪。这把就我之前有买的，就之前有买来玩一下，然后就来测试一下它到底有多好用吧。OK， 来，为什么又是那个？我又是政府军的哦。哦，政府军要走路都特别远哎。人在哪里？人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靠腰！人在哪里啊？机车？哦，射不到。哦，好飘哦，这把枪。这把枪也太飘了吧！等一下，这把枪我在点射的时候超飘的，你看，我用点射就可以飘这么高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真的，我这把枪我用点射我就可以飘这么高了。哦，各位再看，给各位看一次哦，你看我的子弹在这里，然后，哦，好，可以飘超高的，受不了。赶紧兜一，来出来吧。好，来控制一下电脑，控制电脑。来是放这哪里耶？啊，就这里好。希望可以射炸到人。这边都没人吗？靠！不是啊，这把枪也飘得太夸张了吧？哦，超飘的！拜托！我还好，我只买七天版而已，不然的话我玩它，因为玩到 K 笑。人在哪里啊？啊，人呢？哦，终于射死了！怎么飘成那样啊？我靠！这把枪这是我看过最会飘的一把。哦，终于射死了哦！哇，天啊，飘，真是有够飘，就跟我脑袋一样。干！然后我脑袋就爆，可恶，机车 ，Go Go Go！ 哦，一定要跑这么远的路吗？哦，路好远啊！我要去操控一下电脑。我还升电脑，我的电脑被人家玩了。哇，他放哪里？哦，终于射死你了哦！哦，天啊，点射不好用哎，这把枪就点射也会飘。点射也在飘，飘几点的啊？哦，飘几点的、啊？靠呀，这把枪也太飘了吧！真的，真是很难玩哎，飘成这样。哦，终于射死了。哦，有没有搞错？哦，射死你！可恶啊！那大大啊，可恶！哦天啊，好难用的这把枪！靠！哦，射速很慢，而且又很会飘，难怪。难怪他只哦，天啊，不知道怎么说这把枪哎，难怪这把枪当初买的时候只要用银币就可以了。丢进去，在水中可以着火吗？燃烧弹在水中可以着火吗？糟家糟家！有人在。
下面，哎，哦，哦，天啊，好难用哦，这把，不是我要讲，真的很难用。只是点射了几下，但那个准心就偏到哪里去了。OK 啊，在上面。我只是点射个几下，准心就不知道飘到美国去欸。走这里，走这里。谁？刚有人在后面射我吗？欸，有电脑可以玩，我要玩电脑。欸，有人在附近。喂啊，可恶！哦，这边好难上去哦。放这里好了，希望我不要炸到队友。靠北，我觉得我会炸到队友。欸，我炸死一个人欸！哇，我好猛哦！好，等下爆炸结束，好，爆炸结束，冲出去！这边有没有人 ？Anyone here？欸，啊，这边有人只剩这里了。哦，好强哦，这家伙厉害哦！有没有告错啊？哦，好多人，炸死一个，哎，射死一个。哦，好哦，好，超难用的步枪，就是这把，绝对是这把五，超难用的步枪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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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电脑又可以玩，好，我等一下我要上网，让我上网。一身杀回啊！谁准你用我电脑的？换我，放这里，看哪个衰鬼会被我炸到。欸，我又炸到人了。哦，可恶，射不到那个。哦哦哦哦哦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哦。燃烧弹丢过去就对了。哦，可恶！啊，被人家看到了，可恶！他这把枪威力大，可是就是会飘，太会飘了。我记得他的伤害好像有37，这把枪的伤害有37，还蛮高的啊，比起一般的步枪也是略高一点。可是太会飘了。哦，干！欸，他是看到我吗？哦，机车耶，他从哪里？哦，居然有人躲在那里，可恶！我居然射吴先生，你居然……哎、欸，这吴先生也是位女生哎，哇！我看到他那个他的照片，女生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太天啊！他真的是女生吗？我觉得他射也太快了吧。哦不，欸，为什么是炸我们这边？哦，机车，欸，家里 ，my home。家里被攻陷了。哇天啊，哇天啊，这把步枪啊，我下次绝对不要再玩这把，超麻烦。
有玩伫遮无？我还升电脑啊。看一下我们队友在哪里。队友这边有个队友，然后放这里好了。希望不会炸到自己队友。哦，我炸到谁啊？哦，可恶啊！哎，不是啊，真的太飘了啊！哎，飘太夸张哎，真的。那不是我要讲，飘这么夸张是要怎么玩啊？靠！我冲锋现在比这把好用多。暗枪受不了暗枪。啊，等下我走，走这里好了。哦，哎。真的很难玩欸，靠，这把枪真的超烂的，不是很好用，扫射真的扫射也比不过人家啊，受不了。靠，有人用我们电脑。哦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输。有玩迪迦伯没有？哦，哎，这把枪超烂的哎，哦，哎，这把枪不是我要说，真的超烂到爆，烂到爆了这把枪，烂到爆了。靠！射速不快，又很飘啊，受不了，这不鸟欸。有人在这里吗？哦，机车，欸，我这场玩的好糟糕哦，真的不知道这场要怎么玩的。欸，这个枪干枪，要换魔欸。啊啊，对，有观众跟我说按 C 可以换枪组，可是我换枪组我也只会拿到100MP5而已啊，没有，当初没有设定枪组，受不了。走这里会有事吗？哦，可恶，又被射到，机车。哦，好难，好难玩哦，这场。哦，这场太难玩了啊。快！人在下面有人。下面有人。哦，天啊，为什么这边地形就是不让我下去啊？欸，拜托，这个，哦，难怪这关地图没什么人要玩，呵呵，受不了欸。难怪这关地图没什么人要玩，坑家呀！这关地图真的没什么人要玩，超难用，超难走路的。哦，靠，他躲在哪里啊？欸，不是啊，欸，这。哎呀，这个枪，哦，干枪，决定了下次不要再玩它了。赶紧对，你赶紧对，赶紧对。哇，这边还有密道，我还不知道欸。我觉得我这集一直在跑步而已。
自己根本就只有一直在跑步而已啊！哦，靠墙边，靠墙边而行。啊，走这里，走这里。我觉得刚刚有看到一个人从这里进来。刚有看到有一个人从这里进来，阿耿呢？人在哪里？谁被射？哦，他被射死了。啊啊！怎么按我按门按完？哈哈，丢死你呀！哦，终于打死他了吼，受不了！呜呼！哦，终于射死，终于射死！哦，哦。点射，点射，我点射，我点射就好，我点射，点射啊！可恶，哦，真的是，啊超难玩的一把枪，超难玩的啊！什么什么 XC 啊，干枪受不了！哦，有人在这里。按到指令，哦，按枪欸，啊，敲滑鼠，哦，好，欸，不行啊，我们的啊，我们的那个人头数要被对方追过了，靠，真是一把按枪，还没有人在这里。有人在这里吗？哦，耶，烧死一个人，耶，爽！哦，有人在这附近吗？哦，谁在射啊？啊，这里吗？有没有人？没有人。哦吼，欸，我爆头欸，哦，也还算可以啊。如果真的可以打到人的话，那这把枪其实还算蛮 OK 的。哦，我现在躲在柱子后面，然后跟一个人在那边玩狙击。什么走北台？我听到什么走北台啊？干，这样还射不死人？哦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哦，可恶！哎，云，哦，我刚刚都射他几发了，为什么还射不死他啊？哦，真的是有够好难玩的一把枪啊！都射他几发还射不死，真的是有够机车的。这有人吗？哦，欸，机车欸，哦，就是他。哦，一直在这里走路，可恶啊！我看我整场都一直跑步就好了。欸，有人去杀他了，杀得好！哦，赶紧兜一！欸，有人摔死欸！啊，我走后面好了，啊，受不了！欸，有人射哦，
好猛！Go go， 走这里走这里。Go， 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把枪真的是，哦，真的是不是我要说的超级大样枪哎、欸？看这样扫射都可以不中，真的是超级大样枪。害我成为队伍累赘，烂枪哎！他妈的，为什么官方还要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靠背，这还有人哦！干，一直我们队友都四处跑，可没有人顾家。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射得到？哎、欸，不是啊。我射那么多发都会被栏杆挡住，为什么他射一发可以射得到我？靠，这外挂，这如果这是外挂的话也太扯哦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有点扯哎、欸。哦天啊！就射死你了吧！捡我狙击枪好了。哦，哎呀，到底，哦，这场好难玩哦。这枪实在是太难驾驭了。有人在这里吗？哦，哦，哦。哦、oh! ，真的是有够难玩的。我看我这场就一直跑步就好了。谁在射？有人在这里就拔。有人在这里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谁在射？谁在乱射啊？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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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哦，天啊，真的是有够难打的！而且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刚刚没看到人却被杀死啊？不是啊，如果我被杀的话，应该会看得到射我的人啊。可是我刚刚，哦。哎、欸，这把，这真的是这游戏怪怪的，啊，总而言好像都不对、欸，终于射到你了吧？哦，哦，这有人吗？哦，哎、欸，机车这样也射得到，啊，超难玩的，好难玩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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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哦哦，干！哦，超烦的，超烦的，检举他 ID 不雅，要检举那家伙 ID 不雅。有人在这里吗？哦，哦，哇，哇吼！哦、好难射哦！哦，终于射死你了哈、哦，还在那边玩妈的哎！哦，我就看你什么时候，嗯，
哦，写手。哦哦哦！谁在射啊？哦！哦啊！真的是超级难打，不是我要说，真的超级难打，不是我要说的。加油！哇！人在哪里啊？终于射到人！呜！呜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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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躲躲躲躲！哦，超烂的枪欸，飘成这样，真的是不，他比那个丛林卫士还有那个赤色毒蛇还真的是够难用的。他们原本那个这把枪比那个 XCR 比那个怎么说，丛林卫士还有赤色毒蛇应该都是拿他来当样本的，可是真的这把枪不如他们两个。哦，哎，我射到人了。哦吼，哇，可恶！哦，受不了！谁说谁的头像好恶？到底在说谁？哦，死二十二次，死三十一次，然后杀死三十一次。哦，有可能会赢吗？哎，烂枪哎，真的是好难用哦！哦啊，这场真的要输了，这场真的要输了。临死前丢一颗拔出去啊！哦，哦，可恶，被炸死了！哎，为什么他们那个拔牙可以那么快就引爆？超难打的，非常之难打。哦，死了三十三次，靠，死三十三次有没有搞错？底加底加底加。哦，这边！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，我不要死，不要死！喂！招架，招架！哦！哦！哦，这边。我输了，哎，时间不够，可恶！啊，这把枪超烂的。啊，我玩一把那个，玩一把那 XCR 那个，这把枪真的超难用的，哎，机车哎。啊，好吧，决定，我要丢枪。